送给大家。没错，四海同声今天第一个节目送给的是在座各位的远在天边的亲朋好友，把这首歌送给他们，以寄我们对他们的思念之情。请欣赏。我们掌声欢迎负责演绎的有王月，再加上孙宁舞蹈学校的这么多位。烟花三月，烟花三月，请欣赏。千年
谢谢，谢谢 Amy， 谢谢黄梦珍，也谢谢我们那么可爱的森林舞蹈学校的伴舞演员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多谢晒黄梦珍同埋森林舞蹈学院一班嘅可爱嘅小女孩。嗯，那一曲《烟花三月》啊，把我们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信息带出来，就是传承。因为我们刚才说了，李白的诗歌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符号的一个重要的符号，这个符号你走到哪儿，其实你都是可以跟人家去谈论的。嗯哼，所以我们的中华文化呢源远流长，正如罗浩所说，去到哪里你都发觉到有中国人的足迹，去到哪里你都看到有中国文化。